将军名震天下，谁不敬仰？今归皇叔足见忠义呀！啊！边将军言过了啊！不然不然，将军有幸至此，便席喜出望外。哎，我离许都寻兄。 一路多有险阻，不想与孔秀、韩福、孟谭守官诸将无礼刁难，无视寻兄心切，反来寻衅，不得已而杀之。将军杀得极是，便系如见丞相，定为将军禀明原委。哎。 边将军，深明大义，关羽，谢将军。岂敢岂敢！将军，此地乃明帝是御前香火院，至董卓时而废，今丞相又令重修。将军护送二位夫人一路颠簸，急需安静，正义众人休息。将军，请。 请，边席已与敬事备下斋饭，此处高士等候已久。哦，关将军离开浦东已有几载了？哦，将近20载。 将军还认得在下否？关将军，请，里边请。 将军，请。哦，二位夫人尚在路边车上。正是，先给二位夫人取茶，现与皇叔夫人。是。将军，请。 刚才高士所言之事，关羽离乡多年，不能相识。啊，就是。将军，在下家乡与将军家仅一河之隔呀。哎。 我欲请将军赴宴，高士何须多言？哎，不然不然，乡人巧遇，岂能不叙旧情啊？请，关将军，境室内宴席已备，关将军请吧。 请，关将军，请吧，请。 关将军。
燕将军，请我赴宴，是出于好意，还是歹意？岂有歹意？嗯，还不下手？ 若非高氏，我等亦被加害。此处，在下亦难容身。收拾衣钵，往他处云游。 告示，保重。后会有期，将军。